剩翻兩隻馬，金剛福星同埋大熱門嘅赤子紅心。好啦，第二場嘅賽事交俾集前。全部馬不準備妥當。第二場賽事五班千百米嘅路程，大熱係三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啲噶嘛，中間位置有呢只華美福星啊，外邊無限驚喜啦，中檔黃三蝶胡者威埋變橙三赤子紅心埋變橙色眼罩，仲有東方繁華，內欄黃三黃母係馬主勝輝嚟噶，外邊湧咗上去馬淺藍三仲係只有力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金剛福星內欄尾五嘅，尾四係波哥哥白三白母噶，後邊三匹馬奮鬥重心成功升區啊，暫時電流係嗰只老表醒嚟噶，轉滿冠彎嘅時候咧，前面放頭嘅馬係。华美福星啊，响佢入边咧有东方繁华啦，外边啊无限惊喜啦，进尖第四位系有力啊，内栏第五位啦，黄三黄母就马主星辉啊，后多层啊嘛，有赤子红心啦，咁啊猎狐者威咧，咁啊慢慢移咗出去外边咯，莫雷拉潘顿又喺隔篱啊，后边嗰五匹马啦，金刚福星波哥哥，尾三成功升区啊，尾二咧咁啊仲有呢只奋斗重心啦，暂时电后仲好似好定咁，就系嗰只老表醒嚟噶，好啦，过咗呢个八百米嘅段处啦，前面带头嘅马。都仲系华美福星噶，无限惊喜响第二位啦，再见到第三位啦，外边系有力埋变第四咧，橙色眼罩嗰匹咧就东方繁华啦，后边第五位啦，外边猎狐谢威咧一路俾人顶住喺出边啊，黄衫黄帽嗰匹啊，中间橙衫仲系赤子红心啊，内栏黄衫黄帽紫色眼罩马主星辉波哥哥，外边要走啦，白衫白帽掟到最出噶啦，后边噶嘛老表醒亦都慢慢上咗嚟，尾三系金刚福星尾二奋斗重心包尾走入去添，系成功升区啊，入正最后直。老啦，华美福星抛离咗大约有个零身位嘅中档位置追，有呢只系有力啊，外边上紧嚟噶嘛，就老表醒啦，再见到入边马主星辉中档位置波哥哥，最后一百米到有力就已经喺中档透出咗，埋边系华美福星啊，外边老表醒上咗嚟，接近终点有力赢马，跑第二名咧就华美福星啊，第三名系外边嗰只老表醒，至于跑第四名嘅马咧，有埋边嗰只马主星辉啊。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呢隻有力，咁啊，終於都可以打開勝利之門啦。跑第二名咧係華美福星啦，老表星跑翻個第三、第四名咧都半步不蝕噶啦。呢隻馬主星輝，我揸住條生日啦，真係邊邊有力啊！咁啊，率先衝先啦，呢隻有力嘅十號馬，最後咧就係二十倍啊勝出啦。跑第二名咧九號咁啊，華美福星放頭嘅八度啦，第三名就係老表星七號馬薛恩，咁啊第四名咧馬主星輝嘅六號。咁啊，祝騎師生日快樂啊！有何秀馬，咁我真係要勝出呢一場賽事啊！我第一號貓寶畫像啊！
遮踢第二场赛事嘅预计派彩跑第一名系十号嘅有力，独赢派204.5，位置派58.5。跑第二名系九号嘅华美福星，位置派22.5。跑第三名系七号嘅老表醒，位置派41。跑第四名就系六号嘅马主星辉。连人九搭十派760，二重彩十号九号顺序派1731，三重彩十号九号七号顺序派18784，单天就派3537。位置嚣九搭十派241，七搭十派315.5，七搭九派190。好，郑俊伟啊，攞到 win。我都是五班賽啊，都要贏嘅，五班都啊。嗯。馬匹都第一次打開城門。金剛福星都追好多，不過真係爭啲騎師咯、啊，好勁啊！勇上都。係。三緊一預計派彩，勝出咗係 A3 其他冷門派25.5。嗱，呢啲飛數最勁就係華美福星話、啊，結果佢都即係捱咗個第二。但高手又是沒有的，這場赤子紅心就差一點，跟著有力四連環六號、七號、九號、十號派5206，四重彩十號、九號、七號、六號順序派170109。看過一些預計派彩了，看回第二場的巡邏影片先，早段都幾多馬場嘅，咁起步論盡咗咧就係金剛福星啦。前邊咧就出咗嚟就華美福星嘅，咁啊今次其實巴道跑得幾好嘅，因為呢啲均速馬咧，你寧願佢放快少少咧，佢仲可以發揮到佢最好嘅威力。咁啊外邊咧就白鼻梁嘅無限驚喜啦，喺個內側咧就有隻一路都騎住執住無顯東嗰只咧，後備補出嚟嘅東方繁華嘅。咁啊貼欄第四就馬主星輝啦，開邊有力咧都攝得好好嘅何澤瑤啊，後邊就莫雷拉啦，第六位赤子紅心啦，貼欄就金剛福星嘅。走外面就潘頓喎，攝唔到啊！獵狐者威咧，咁啊爭情重磅咧就難啦。後邊就尾四波哥哥，尾三就成功升區，尾二就奮鬥重心嘅，遠遠墮後咧就係薛恩嗰只老表醒啊！咁啊頭兩段補出咧就快少少嘅，咁啊但係三四段就慢翻啊。咁啊如果四段拉橫嚟計咧，都慢半秒左右嘅。咁啊跑1000嚟講就唔算話慢好多。前面華美福星就今日放得順啦，咁啊，仲要放到頭，隔離又冇馬搞，咁啊，單騎領放之後咧，又加埋羅懷飛，真係跑得出水準啊！咁啊，潘頓啊，沿途望空三跌，就依啲位就難啲噶啦，咁啊，133頂榜，咁啊，無限驚險冇車檔咧，又係差啲嘅，咁啊，有力啊，依個位正啦，二碟有車檔，咁啊，其實莫萊咧都跟住佢嗰條跑線跑嘅，咁啊，接佢都六七位，都係好位嚟噶，以依只馬嚟講。就係直路打開騎落去咯，佢又真係反應唔多噶，或者送檢會唔會又遇到咩健康問題啦？咁其他馬就老表醒啦，咁原來都慣例啦，落住衝一段，哇一掟出大檔衝上嚟，諗住都有啲細啦，咁啊點知衝落去咧，又真係跑唔翻去以往贏某一場咁勁嘅後勁咯，咁似乎都又係有少少退退地嘅感覺啦呢場啊，咁啊喺佢出邊仲有啲衝得勁嘅金剛福星，不過就姗姗來遲嘅。馬主星輝就叫做圓環之後就追翻近。第二場賽事都覆榜完畢，位置嚣派彩二九搭十派241，七搭十派315.5，七搭九派190。三緊一派彩勝出咗係 A3 其他冷門派25.5，二重彩十號九號順序派1731。四連環六號、七號、九號、十號派5206。四重彩十号、九号、七号、六号顺序派170109。孖宝头关六号、尾关十号派2132.5，头关六号、尾关九号派183。分段时间：头段13:59，第段22:67，第三段25:02，第四段24:95，末段24:13。赛事完成时间1分50秒36。